哟！果然通过注入气，本质就是让刀悬浮于磁场之上，而我则是立于刀之上，在机动性方面有着许多优势，这就是御剑的感觉。很好，速度很快，躲避的路线非常丰富。接下来该测试一下新的武器。放开我！来打过，这是什么法器？认输了吗？我还没输。认输了吗？输了。我输了，阿修罗一族，强者为尊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。很好，先把这里收拾干净，然后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。是。技能加正阿修罗。你好坏啊，明明饿了他好几天，这样打赢他不是胜之不武吗？我的目的是试招，为了测试自己的能力，以及在对练的过程中熟悉身体状态，不是为了和他做生死搏斗。没想到他这么单细胞，倒是意外的收获。你可真是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啊，还顺带收服一个好。帮手。他从哪里来？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来这里干什么？尽可能的从他那里获取情报。喂，你要去哪儿？要和一个人来一场面对面的触达灵魂的交流。喂，先让他停下来啊，他可不听我的。圣尊大楼，想到办法没有？把这层楼的人都清退吧。你想干嘛？至少得给我们一个理由吧。我要先和咱们的圣尊来一场一对一的撼动灵魂的交流，动静会闹得比较大。你想和圣尊干架？那家伙虽然是个废材，也是个刀枪不入的废材。你是怎么？这事晚点再说，请不要浪费时间。广播间通知，清退29、30层的所有人，现在立刻马上。你想干什么？可别伤到。一切都交给你了，给那家伙一点厉害的尝尝。放开放开，不能这样对他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不能。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，
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变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嘿嘿嘿，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都市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10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仙门弟子来到都市，竟成豪门弃少，我本低调，逼我嚣张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猖狂。最强弃少，火热开播，一样的热血，不一样的崛起之路。邪鬼，圣殿刚。解锁末世的99个女主。世人都说玄家玄红武功在世。你是说玄机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勾结了？爹，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？流浪孤儿竟能手到病除，要想当神医可不能只懂医术。妙手神医每周二周四周六更新一集，火爆上线，等你来看。